不是吗？就是会写一个顺序。他好像是今天是一次会，好像有分，以前都是三天一次，我搞不太懂。没有没有，可是你如果一天一次会，反正就是那一天还是都以这张为主啊。以前好像。你第一天也是啊，第一天都是啊。第一天因为有签到嘛，哈、哦。对，有签到没错，可是还是以这张啊。假设我们七点来的时候，还是以这张为，就在八点之前来，都还是以这张为主，以这样的顺序为主啊。是啊，是啊。以前的默契是这样的。没错啊。以前哎，跟我们报告，以前都是可能三天一次会嘛，哈、哦啊。没有啦，你不管几天一次会。啊，第一天一。没有没有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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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以前就是这样。没有，可是我真的是第三个到的啊。对，我知道，对啊，我知道。啊，对不对？卢俊，你要第三个让我签啊！说真的，因为我是第三个到的，我七点就到了。我是七点到，这是预先签这一张，我再回去、啊、回去办公室，然后对。我现在很挣扎，因为。我稍早被告知的情况是刚刚这样，没有，不是这样，从来就把你可以做，我们的默契是这样，都是这样，我们叫我的默契是这样啊，你为什么要更改游戏规则？这张没有拿出来之前，就是先签这一张。对啊，那、啊、就以这张为主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张是在八点之前啊。稍微啊，可以。这张是在八点之前啊。我们最后议事人员啊，最后议事人员啊，对啊。哎、欸，我现在你可能就是我在这边，然后就简单大概的做法，我看到的哈、哦，就是第一天的话，因为如果三天一次会，第一天有签到表嘛，啊、哦、二，然后可能礼拜三、礼拜四就没有所谓的签到表嘛，就只有发言登记嘛，哈、哦，那发言一样，那你有签到表，你拿这张回去。对啊，为什么留这张？啊，他们可能都大概七点多，七点。我也是七点就到了，所以我才签第三个啊。他们七点半有再来签这一张，他们七点半。哎，你不能这样子，这没有，不是，因为这是七点，就是八点之前以这张为主嘛。那八点一钟响，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处理这个顺序啊。以前都是这样啊。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子，那不然就不要签这一张啊。签三次呢？那我就七点，我就一直在门口等到八点钟响啊。我们今天很平。对啊，是不是万美玲跟柯智恩是？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对啊，那你如果按照这个，那这个顺序就不是这样的。没有，因为我签这个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对，我签这个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所以七点半以前。你既然是要以这个为主，你拿上次给他签要做什么？没有，他们自己委员自己拿出来的。就委任有，不是以前都是以这个为主、啊。我们一四人一次是七点半拿这张出来的，七点半。我们这张都是那个默契，就这张还没有出来之前会先签这张，这个你知道。我知道，知道。那既然签了这张是以这张为主，那不然你签这张的用意是什么？这张的他们，我的认知是他们这张的用意是要第一天的话是要为了签这个签到表这样子。对啊，所以这张就是优于这一张啊、就照这个默契，如果顺序的话。如果照顺序的话，你先签那一张嘛，就是以签那一张为主，之后你才会拿出这一张。七点半，我七点半我一定是拿这一张出来的。七点半就变成以这张为主。啊，可能八点你们又以这张为主这样子。对，他就是有。好，那不是差一位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是说我们以前的默契就是这样。对，在签到表之前，比较先拿一张啊。有一点这个，你们要。不是我从南路上来，好不容易那么早到签第三个，然后现在又，这其实不是三跟四的问题，不是差一个位置，而是真的是本来叫我的默契就是这样，那为什么突然要改变呢？我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我没有改变，我真的没有改变，我们没有改变，对，没有改变。今天才听这样讲，之前都是你们自己的默契啦，我们就是这个默契嘛，就是这个默契，为什么变成这样？这个我们没有去接受，我们把七点半拿出来这样。对对对，医师人员就是负责吧。对，我们七点半拿出来，他自己说你们的顺序啊，是你们委员自己的默契，看要怎么签这样子，我们不会去干涉说你们怎么签这样子。哎，这个医师人员不会去。是啊是啊，我们七点半就只有把这个拿出来，嘿，啊八点把这一张拿出来这样子，嘿，八点开始。八点登记自己，啊，七点半是签到表这样子，啊，这个都是为你自己的默契。了解，好，那我去反正我今天一定比你早到，所以这个一张就帮我签，谢谢。我先尊重议事人员啊，那我们也尊重有党的委员。
好不好？因为我真的没找到，谢谢。你真的是我们负责这个而已。你这样做太过分。